如果你以为以色列只有战乱炮火，只有冷冰冰的宗教和耶路撒冷，我只能遗憾地说，你 miss 掉疯狂玩乐的好机会喽！可以加入他们这四个人一起，这次很不一样。要在水底下骑过小黄自行车。睁大眼睛，锁定周三爱玩客，你会发现以色列跟你想象的大不同。每周三晚上10点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唯一在爱玩客。